Hello，Hello，Hello， 大家晚上好。嗨，大家晚上好。今天是深夜厨房183集呀、我们做了183集，就代表我们已经有做了183个 dish 啊。今天是。是第183个啊，对。来。那我们今天要做什么嘞？今天我们要做的是莓果提拉米苏。莓果提拉米苏啊Berry 提拉米苏，，Berry 提拉米苏，为什这么个提拉米苏还有水果呢？最近很流行提拉米苏，做很多种口味啊，所以有莓果、有芒果、有 passion fruit 都有，所以他们就是拿来做这样水子，果系列的对，啦。水果因为系提列拉的米提拉苏米以苏，前都是咖啡、对，chocolate 这样，咖啡跟巧克力而已，可是现在很多变化了的。有莓果的、很特别对，哦。OK，那我很们好看一吃下，诶，我刚才 try 了一很好下，吃啊。那我很们好看一吃。下我们有的材料有什么？我们有的材料是手指饼干，手指饼干是这种哦对，Lady Finger。，Lady Finger，这个叫 Lady Finger。OK，对，然后莓果酱，莓果酱是哪一个？这莓个。果酱就是你可以自己 Raspberry，煮也是 OK 的，就自己是煮你啊。切 strawberry，然后你放糖，然后放 lemon juice 煮到它稠稠。假如你觉得它不够稠，你可以放一个 gelatin sheet 下去也是 OK 的。没有的话，你就直接买一买个罐头 berry 的 jam 啦。这样子的 OK，OK，晚上好大家。大家晚那我上。继续看啊，我们除了有手指饼干，然后莓果酱，还有一个是什么？马斯卡。mascarpone cheese，马斯卡彭起芝士，mascarpone cheese，就是这个专门是做提拉米苏的。mascarpone cheese 啊，这个哪里可以对，买到？加油果supermarket 色啦、Jaeger 啊、烘焙，market 就店能啊买都哦啊可以。，OK。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whisky、rum、vodka 都 OK，看你要什像么小酒一都可支的以。whisky 啦呀，我从姐姐那边购来一个。mini vodka，这应该是，OK，mini 我干，vodka。这是我干差不多啊，应该就是有酒精的东西啊。吗？啊，OK，然后然还有后淡奶油，蛋黄2个，淡奶油100克，糖50 g，跟蓝带酒就刚刚讲的那个酒哦。对，然后我们 print screen 一下啊，这个就是我们的 menu，不是师 menu，傅。食谱，我们的 recipe。3、2、1。Mickey 也是隔离吗？Mickey 没有隔离，Mickey 去是玩了去哦，庆祝他儿子的生 日，所以对，我来代班。好，所以这个呢，因为你的 Lady Finger 要沾一点那个酱，假如你没有的话，你可以沾糖水，但是你糖水不要太甜啊，就只是要让那个 Lady Finger 有点 moist moist 这样哦，让子，他试罢了啦。没有的话，你可以用这个 jam 掺一点水也是 OK 的。OK，好，所以我这次是用，我看我姐姐有什么我就拿来用。这这个是什么是来那的种 berry syrup 这样？Berry 子的，syrup 啊，对。所以然后 sugar syrup 也可以啊。sugar syrup 也是可以，但是你可以掺一点这个 jam 啦下去，哦然后就可以沾哦，OK 啊，我再解释一下，Mickey 现在在吃海底捞，大家有看到他的留言吗？那表弟嘞，他是今天才知道他好像确诊了，可是是轻微的啦。那他现在在在隔隔离离。啊。那米奇就是因为他孩子生日，然后他就是去为他的孩子庆祝这样，所以今天我小弟来帮忙代班。你看他，怎么？在里头看。来，那我们用。所以要用 Lady Finger 来去沾那个 berry 水是吗？对，所以我们先要做那个酱先，那个mascarpone 的那个 sauce，所以我们先要取出蛋黄。蛋黄啊，对，所以我只是要蛋黄罢了，所以蛋白我不要。2个蛋黄啊。对，两个蛋黄。Hello，大家晚上好。今天那个米奇他跟他孩子庆祝生日啊，所以今天小弟来帮忙代班。那表弟呢，现在是在隔离当中。
这句话你应该要讲很多遍，因为等一下会有新的表弟呢 ，Miki 呢， Miki 表弟呢 ，Miki 呢。表弟现在也没有到很严重了，他其实算是无症状啦，他都不知道他自己中了。对，然后就是今天验的时候两条线这样，可是他自己没有问题啦，没有什么事情啊。那我们就是下午啊、早上啊、晚餐啊，就是煮好东西拿上去给他咯。Room service。对 ，room service。OK， 然后两个蛋黄，我们就要放一点糖下去给他。放一点糖啊。所以糖的话呢，你可以不要放太多，我50克我是觉得 OK 啦，刚刚好甜。50克啊。假如你怕太甜，你可以再减少一个5到10克了哈。只是要看你买的 jam 会不会很甜，我这个还好。这个还好啊。我这个是带一点酸的，所以是酸酸甜甜这样子的。OK， 这个牌子可以大家可以 print screen 一下。对，我是在烘焙店买的。烘焙店买的啊。OK。OK。So 你需要一个热水，热水，对，然后我要再隔水给它煮那个鸡蛋，要给它熟的意思。哦、oh, ，要让它融化啦。对，要给那个鸡蛋熟，不然那鸡蛋生生你就不可以吃啊。哦、oh, ，OK， 所以是隔水加热啊，让蛋黄熟，顺便让糖融化啦。嗯 ，OK， 然后我们。搅到它变漂啊 ，pure yellow，pure 浅黄色，pure yellow 浅黄色啊，弄到它浅黄色就 OK。浅黄色， okay、对 ，OK。谢谢大家的祝福啊！表嫂已经康复了，她。然后表弟现在还不确定，他们都是轻微的啦，我们都有打了 booster 了的，所以其实也没有到很严重，最多就是喉咙痛而已，我猜。这样明天5点半水煮啊？当然是 Vera 咯。你们有想要吃什么吗 ？Oh my god！ 想要看什么的？可以趁机讲可以不要哎。让 Vera 来教你们。好压力啊！压力啊？不会啦。特别吗？我们这两集，哎，这一集是最特别的嘞，只有弟弟跟妹妹，哥哥姐姐表弟都不在。年轻派，年轻派是吗？讲讲是 pure yellow 哎，就是它慢慢变浅黄就可以了，有一点浅黄，而且那个糖慢慢融进去就可以了。哦、oh, ，OK， 主要是要让那个糖跟那个蛋黄融在一起。嗯。让它融在一起啊！那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 recipe： 莓果提拉米苏 ，berry 提拉米苏啊，这个是水果版本的提拉米苏。嗯，这个拿去野餐很适合。拿去野餐很适合啊、嗯！你做一个大大个的 tray， 然后你做好了，然后你放冰橱。连你第二天才拿去野餐哦，就冰冰他们小红书啊，还是哪里啊，都是这样的，那种 TikTok 啊、抖音啊，都是这样的，就是他们做好一个大大个的，嗯、然后他们就铲上来吃这样子。哦，这样很有仪式感的感觉。对，表弟明天还会直播、哦，可是直播的不可能不是表弟，是 Vera 来代替直播。那米奇明天也会回来。所以你们是一定讲哦，他们讲叫米奇煮哦。哦，这样 OK 嘞，其实 OK 嘞，可以啊。那你们在下面打叫米奇煮，要煮什么？米奇煮加一， yeah, 让米奇看到。OK, 那明天就米奇就可以来，你们就可以看到米奇现场教你们煮哦。在下面打米奇加一啊，耶、yeah, ，米奇煮不错。有人讲教煮意大利面，意大利面、啊、也是 OK 啊，意大利面可以的。OK， 那我们的蛋黄跟糖已经融化在一起了。啊、你看它是偏 pure yellow， pure yellow， 到底什么是 pure？ 哪个 pure？ 讲 It's OK， 我们不要再纠结。OK， 浅黄色了啊。好 ，So 我们就
打那个 whipping cream。whipping cream 的话呢，等一下，等我一下。嘉义，对，如果明天要 Miki 煮的话，在下面嘉义啊，我们看看 Miki 长怎样。Oh my god！ 你拖他下水。反正他现在都不在。那谁帮他抓鸡哦？你啦！你捡到这样兴奋的队友就是你啊！啊，我要回去剪片呢，这样我才可以休息。休息吗 ？OK， so whipping cream 我只是要100克。100克的 whipping cream 啊？对。这样子一整盒一整包是100克啊？刚好。没有啦，这个是250克。哦、oh, ，OK OK， 你就从里面抽100克、啊。对。哇，很多米奇加一咧，可以啊、嗯、我 print screen 给他看，现在 print screen， 他压力山大了，没有压力了他、嗯、他直播这样习惯了。如果不要 berry 可以吗？可以用别的水果代替吗？可以，你可以用 mango 的话，我建议你掺一点百香果，掺一点百香果、啊、不错，吃一下哦。mango 而你的 jam 的话，你就可能可以、芒果拿去啊，弄绵绵、嗯，然后掺啊，掺一点百香果。假如你不要太水的话，你就放一片那个 gelatin 的 gelatin、啊，那个叫什么？鱼胶、那个、鱼胶粉。阿嘎阿嘎用的啊，鱼胶弄什么啊？鱼胶粉哈、啊，我不知道这个叫什么。吉利丁，吉利丁啊、嗯，吉利丁。鱼胶嘞，鱼胶，鱼胶粉是阿嘎阿嘎。OK， 我们就快速打哈。OK， 我们快速搅拌啊。这个是100g 的淡奶油。耶、yeah, ，米奇加一啊！希望米奇看得到、哦，等一下一定会先给他看的。明天他就要准备煮了。你啊，就讲林嘉伟这个人，拖我下水。大家都很期待米奇耶。So syrup 就看你放多少。你可以是那个糖水可以是吗？糖水一般的 syrup 也可以啊。可以，可是我建议你掺一点水果啦，掺一点莓果下去。你这个可以掺一点这个，它是这样子的，它比较浓稠了。OK， 它是比较浓稠的。哦。我可以掺一汤匙下去。掺一汤匙。然后拿去弄热，因为你为什么要弄热嘞？让那个 lady finger 更 soak 进去啊，就是给它进去里面、哦、会比较好，可以比较吸到啦。对，大家晚上好，米奇加一。OK， 米奇加一，等下就觉得奇怪，怎么米奇加一？等下因为米奇加二，米奇加三。OK， 我们要煮成怎样融化？没有，就是给它热，给它热罢了啊。对。我们看一下那个淡奶油。OK， so 它在打发之前的时候，我们就来放那个 mascarpone。mascarpone。马卡彭。马斯卡彭。马斯卡彭。马斯卡彭芝士。OK。所以我只是要250克而已。有人讲小妹明天可以教飞天面。我要教飞。谢谢零零哥的50个心掌。哪一个人是谁来的飞天面？我好像知道是谁。谁？陈小妮，你认识吗？不认识。不认识。OK。好像有人跟我讲过要做这个飞天面。不，我是谁带过？你放多少的 mascarpone 啊？250克。250g 的 mascarpone cheese。马斯卡彭。OK。Pet 米奇 here 可以哦。Pet 他。米奇加一。米奇加一，米奇加二，米奇加三。Vera 锅哪里有卖？锅？什么锅？什么锅？你是讲这个锅吗？哦，这个啊，这个我没有卖耶，这个我私底下的。这个锅，我们是在那个……沒好这没有啊，这没有啦，哦，没有卖的，没有卖啦 ，OK。啊，这个是上网买的 ，OK。自煮锅，你们可以自己去找。这个是 mascarpone cheese 跟蛋黄放在一起啊。对，我们要 stir 进去。对啊 ，OK。米奇的小孩子也是一样在家里隔离吗？对，可是他们都没有症状，所以他们今天出去庆祝生日了。
他们去 book 了一个 hotel， 所以米奇没有回来。来，我们看一下 recipe 啊，这个是我们 Berry Tiramisu 的 recipe。OK， 欢迎 Prince Green， 欢迎 Prince Gree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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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拍照啦哟！三，欢迎截图 ，Oh my God！ OK， OK， 所以你看那个 cream 差不多是这样了，嗯哼，然后我们就取，可以拿上来了，拿上来，但是我要再让它搅拌它，所以我们就倒入那个刚才我搅拌的东西下去。OK， 米奇没有隔离吗？米奇他没有症状啊，可是我们在家里都会戴口罩，所以没有症状的话，现在 SOP 是可以出去的是吗？对，你打 booster 的话，对，都有打 booster 症状的话是可以出去的。对，他没有事情，米奇。我们验了很多天了。对，我们每一天都有在验。小妹瘦了是吗？没有，没有。没有啊，嗯、没有。OK， 所以我们就再继续搅拌。OK， 再继续搅拌啊，把刚刚的蛋黄跟那个蛋奶油加在一起，然后继续搅拌。OK， 所以你需要一个长方形的模具，长方形的模具，然后你要一个比较深一点的。OK， 然后来做你的提拉米苏。OK。So, 我们需要的就是这些材料，这些啊、可以看食谱吗？可以啊、来，我再给你们看一下啊。Okay, 先看花语版的莓果提拉米苏，材料有手指饼干、莓果酱，然后马斯卡彭芝士、蛋黄、糖、淡奶油跟蓝带酒啊，就是 vodka、whisky 或者是 rum 也可以。OK， 英文版的 Berry Tiramisu， 来三二一 ，OK。嘿，我洗个手一下啊。Where is Nikki？ 呀、yeah, ，我跟你讲哦，你要讲十次。OK， 我们应该要放一个纸在旁边。Nikki only， 要 be quarantine。你继续庆祝生日啊 ，OK。表弟和表嫂还好吗？他们非常的好，刚刚还去做运动哎，还在那边一起做运动。对，他们一起看直播做运动。难得关在一起，就是哦，难得可以24小时见面，他们就要好好珍惜，也趁机会好好休息啦。啊，对 ，OK。所以我们需要的就是这个。手指饼干，手指饼干、啊，所以你就看你的模具，啊、你可以，就是可以量啦，你大概要放多少 ？OK， 假如你觉得太窄的话，你可以切掉一点点。哦，切到给它，像玩扒肉这样子啦。对，就看你自己。我不懂怎么拉爹跑来跑去，他很兴奋。哪里？跑掉了。还是听到声音是吗？没有，他很兴奋。表弟要赌一翻白眼了、哦。Okay？是哪一个人？我不知道，应该是表弟本人，还是 Biggie？ OK， 就是塞不下的话可以用切的啊，切一点，不要太浪费啦。OK， 这个可以直接吃吗？可以，可以直接吃、啊。可是最好不要直接吃啦。很想念表弟、表嫂米奇和慧红。哦，他做坏事，给我看到了。他做坏事，做什么坏事？他拿 garlic 出去玩了。你咬 garlic 啊？啊你咬 garlic？ 哪里？在客厅啊。哦，咬 garlic 啊、哦！坏蛋狗啊 ！OK， 所以我们是 ，OK， 你就是沾那个 syrup。沾 syrup 啦啊。OK， 这样子。然后放在。double way 里面，对， okay, 这个是 double way 吗？这个就是容器啦。哦、okay, ，这个搅到这样就可以了啦。嗯，浓稠一点就可以了。给它浓稠啊。这个要放大概半天到一天啊。半天到一天啊。啊，会比较好，因为它这个酱是那种 berry sauce 嘛，你最好是给它吸久一点会比较好。哦 ，OK。OK。所以你。
泡了要给它蒸半天啊。嗯，蒸半天会比较好吃。OK。冷冷吃比较好吃呢。OK。What brand for the white pot Vera using for cooking？我是在上网买的。这个没有 brand 的啦，这个上网找到的。啊、其实小红书也看到很多。一大堆啦，这个叫做自、啊、自什么？自煮锅啊？自煮锅。我不知道耶，怀疑叫什么？ Okay.就是一个 all in one 的一个 pot 啦，它可以拿上拿下。他们两关在一起会吵架吗？吵架？不会啊，很恩爱啊，一起做运动，一起吃饭，一起看戏。是哦，一起看电影，一起睡觉。哦，两夫妻在一起，我们是他的嘎嘎跟阿妈，所以他是我要这个，我们就上去咚咚咚这样子给他。我们是那个 room service 的人。是啊。嗯，他们只是在那边享受罢了。OK， 这样子 okay, 就是铺满满啊。对，铺满满，然后这个好了。OK， 这个好了。我要瘦了很多，又美了很多。想看到我美很多，因为我戴 mask 嘛，你看到好像很美这样子是哦，这个 mask 太大了，让它感觉很瘦下来。mask 戴到好像显瘦这样啊。刚进来米奇咧，米奇他刚进来米奇，米奇他休息呀、啊，他今天去跟儿子庆祝生日。对呀、啊。嗯。全部都问米奇耶，没有人问表弟啊。有啊，表弟几时可以、哦？表弟不重要。表弟几时可以出关？大概5天吧，是吗？不知道耶。SOP 好像是讲，如果确诊了，大概要5天啊。所以我们就等他5天后，他就可以出关了。假如他 negative 就应该是可以出关了的啦。negative 就没有事了吗 ？negative 就没有事了。嗯。OK， 铺满满铺大概是这样子，然后还有的，所以我们就底下我们要做两层，做两层啊，哦，还要再铺多一层啊，哦，难怪要这样深的容器啊。对，请问 plant flour、 plant flour 和 cake flour 一样吗？cake flour 是 low protein flour， plant flour 应该是 medium。就是其实是一样的用处的，就是中筋面粉跟低筋面粉的意思啊，都是一样的用处的，是看你是要做什么。小弟，你讲话可以不要台湾腔吗？我没有办法，我我没有办法，我现在还转不回来，我一紧张就会台湾腔出来了。娱星节目，娱星节目啊。小妹跟嘉伟一起直播比较多话，也很开心，谢谢。我顺便打一下广告，我们两个有一起曾经有一起介绍过 JB 美食啊，就是在我们的 YouTube channel， 我们的 YouTube channel 叫兄弟姐妹，或者你 search Lim Brother Sister， 没有空格啊，全部连在一起 Lim Brother Sister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video 了。欢迎 subscribe 我们看、啊。哦、我们的 JB 美食，哦，现在蛮多人看呢，至少有60K 人看了。哇，真的，其实蛮意外的啊。大家都喜欢吃啊。我们的 YouTube channel 都比较多是在介绍吃的。今天做什么提拉米苏？今天做的是 Berry 提拉米苏啊，不一样的提拉米苏，水果版本的莓果提拉米苏。今天难得轮到小弟小妹小兵们出场表演，小棒，加油哦，谢谢谢谢，幸亏 Vera 在，真的是幸亏 Vera 在，不然就是我要自导自演了。嗨看到流口水，真的酸酸甜甜的感觉，很开胃耶，这个这个很开胃啊、嗯、OK，差不多要好了哟。OK。所以我们还要两个，所以取掉一半。我们要切一半啊？不是切一半，切掉它的头一点点。看来 Vera 和小弟是可以独当一面。什么？我没看到，给人家 skip 掉了。
Sorry， 哦，这一家拍档，耶、yeah, ，我们是年轻族的年轻派对。Okay. 小弟可以 share link 吗？哦、oh, ，有一个人 share 了 ，Teresa Huang share 了，哪里啊？我要讲那个。你 pin post 啊？我要讲 pin post 哎。表弟帮忙 share 一下我的 video。表弟有看没有哦？他在看这。多少个人看了？现在2600个人看。我们可以去到3000吗？帮我加一加。加一加。哎，有了吗？没有，2.6K 吧，现在我们差400人就3000人了咯，来加一加，欢迎分享，我们分享点个 like。今天是最特别的一次直播啊，下一次就可能很少遇到，就是我们两个的组合了。嗯，我今天有去看你们怎么花那个104块，这样花，什么104块。你用104块来怎么？不知道，有人 comment 讲我今天有看你们怎么花那个104块。你自己做的影片你忘记了吗？我忘记了、欸、有没有这种东西吗？我哪里懂。如果用火龙果可以吗？火龙果我没有试过，但是应该是不错，应该是可以啊，应该是可以的，因为它都有 berry。 主要是你要学的是它的那个酱。嗯啊，因为它那个酱是有酒精的。Oh, 所以你一定要学它的那个酱、okay. 它那个酱配什么都 OK 的。那个酱啊，对，火龙果你是紫色的吗？火龙果是紫色的，应该是 OK 啦。苏芳好像没有看到。所以其实如果normal 的提拉米苏啊，就是泡咖啡吧，是吗？对，咖啡 syrup， 咖啡的 syrup 啦。对、oh, 主要是它就是泡咖啡 syrup， 然后一样放这个淡奶啊，然后你的酒精哦。哦，所以其实我这个有放过酒精吗？啊，我这个酱好像没有放过酒精，够力了。没有，没有放酒精。跟你讲话太开心了，忘记了。哎，他还没有开过嘞。所以这个酒精是，这个酒精是要掺在 cream 里面啊。哦、OK。但是这种东西我们有办法的，所、so, 以我们你就是这样淋上去是吗？淋上去，对。OK。还是可以的，也是 OK 啦，忘记明了。所以我们是要量汤匙。所以如果它原本是要放哪里啊？它是要掺在这个 cream 这里。哦，要跟 cream 一起打在一起的啦。对。哦 ，OK， 忘记放了。所以不用紧，给它慢慢吸进去 okay, 就 OK 的。大概放多少？放两汤匙。喜欢喝多一点的可以放多一点啊。对，你喜欢重一点就放多一点。OK。哦，赚钱的104哦 ，YouTube 的那个第一份薪水啊，哦，104美金。你要自己剪的忘记。OK， 所以我们一定要留一点位置给我们放我们的水果。Okay. 所以你这个就盖住，然后放去第二天才摆你的 design、哦 okay. 就是你要。要，所以是要冰一个晚上啊。对，一天会比较理想。比较理想啊。OK， 所以也顺便给它凝固啊。有做一个半天的 recipe 了。我们的冰厨超多东西啊，这些都是煮这表弟好主意的直播用的。OK， OK， 这个是你昨天做的是吗？今天早上做的，所以我们是半天、啊、就是冰了一整天啊，对，冰了一个半天啊。OK， 所以我们需要就是要放我们的水果在上面。放我们水果哦，就是开始 decoration 了啦。对 ，decoration。所、so, 以我要怎样弄呢？你要怎样弄呢？给我一点时间。OK。米奇去哪里了？米奇去庆祝生日啊？请问小妹是姐姐还是妹妹？我叫小妹，所以你猜。小妹是我的姐姐，我是最小的，我是小弟，小小弟。你猜猜看，我是妹妹还是姐姐？慧红的话，她是在自己的家啦。她因为表弟。表嫂先确诊啦、啊、然后所以就是以防万一，所以他没有回来。 OK， so 这个呢你就看你要放多少。对不起迟到了，没有关系啊。所以我们需要这个莓果。莓果大概还要放莓果啦。对，要铺在上面的。哦、oh, oh, oh, 是铺在上面的。因为我们这个提拉米苏我们没有撒可可粉，我们是用这个 jam 去铺在上面代替那个可可粉。 OK， so
大概是看你要放多少啦，我大概是这样啦哈，大概这样，3到4汤匙，三到四汤匙，对，你就草莓就切你喜欢的分量，嗯哼，这开始啦，我觉得，谢谢表弟的分享。现在并 post 的就是表啊、兄弟姐妹的 YouTube， 也就是我跟我姐姐还有米奇，还有慧红姐姐一起。慧红姐姐 ，Oh my god！ 两个姐姐啦，我跟我两个姐姐还有一个哥哥的 YouTube channel 叫兄弟姐妹啊，里面主要是介绍吃的。可以知道那个容器多大吗？其实就是这个比较小，看起来那个是比较大，是看你自己喜欢。你家有什么容器你就做，然后我那个应该是6寸到8寸这样子，6寸到8寸，应该没有到八寸啊。主要是长方形的容器，然后是深的 ，OK， 深的容器啊。我这个recipe是可以做大概1份啊，你就看你的容器，假如你的容器好像是蛋糕的，那蛋糕那个 square tin 也是可以，只是。6 inch 的话，应该是 OK for 这个recipe。这个 recipe。假如你要8 inch 的话，你可能要做 double。double 啦。对， okay. 因为它的容器变大了嘛。所以这个 recipe 是比较适合 for 6 inch 啊，六寸的大小啊。所以我们就要掺。小妹有男朋友了吗？哦，小妹已经被求婚了啊 ，sorry 啊。什么？你要介绍啊？你要介绍？你有兴趣？OK， 所以哦，就是把你切的 strawberry 跟 berry 放在里面啊，搅拌啊 ，OK。就看你可以放raspberry 也是可以啊 ，raspberry 啊，因为可是我这个 jam 是 raspberry， 我就没有放了。OK， 就看你要放多少，放你喜欢的 berry 就可以了。对，然后就这样做 decoration 都 OK。就 stir 均匀。表弟明天有浇煮吗？表弟明天不会浇煮，可是我们直播是不会停的。我们明天直播咧，是米奇加一是吗？米奇没有在，所以他没有。我们明天再跟大家确认啊。那如果你要米奇来教大家煮的话，请 comment 米奇加一。米奇加二。OK， 就这样子摆上面就好。可以看狗狗吗？等一下啊，阿爹。然后在下面等，等吃。OK， 那就是铺满就对了，是吗？对，铺满满，你不要怕它很甜，这个不会甜的。这个不会甜啊。我们现在有2800个人看了，剩下200就3000了哦。欢迎分享，帮我分享，谢谢。谢谢大家。就尽量盖掉那个白色的部分啊。所以如果一般的提拉米苏就是撒 chocolate powder 就撒满它就可以了。对。OK。米奇加一，耶！明天就让米奇去教煮啊，让他教杯贴面。杯面，Maggie 面泡饭，他最拿手了。美吉面泡饭啊，什么东西来的？米奇加一 ，yes， 米奇加一，米奇加一加二加三 ，OK， 没有问题。OK， 所、so、以你就在下面你再加一点点缀啦。加一点点缀啦。OK， 所、so、以你这时候看到这么多果酱，感觉好甜。不会啊。其实你要买的姜丝不要太甜的，你可以、选 less sugar 啦。这个我不懂它是什么， okay, 是应该是 normal。可是你试过了，它没有到很甜呐、啊。啊，我试过了，它不会很甜，这个、因为这个 raspberry 是带酸的。带酸的、啊，它不是带甜的。OK。OK， 这样子就可以了啦。哇哦。这个就是我的berry tiramisu 梅果提拉米苏。哇，很大份一下哦，感觉。所以你可以，过后你就可以切来吃。这个很适合就是 picnic 就是野餐啊，野餐啊，带出去跟家人分享。你还可以放一点那种
椰子啊，椰子，太什么椰子 ？Mint leaf 啊，哦 ，Mint leaf 是吗？椰子嘞，OK。今天的 Berry Tiramisu， 来，我最后再给大家看一下 recipe 好了，看一下。OK， 我们的 Berry Tiramisu 的 recipe 这是华语版的。来，这是英文版的。三、二、一 ，OK。来，我看一下 comment 啊，有人讲。Vera 加一，哇 ！Vera 加一 ，OK。My God。Milo 料理啊，米奇的 ，OK。叫 Vera 下厨煮 spaghetti。你要什么 spaghetti？ 要什么 spaghetti？ 有什么想吃的 spaghetti 吗 ？Vera， 请问表弟的店有开吗？有哦。有啊，有开啊。他的店在哪里 ？Tamandesa。Tamandesa， OK。等一下先，他的店。等一下，我找他的店出来给你。Vera 好棒 ，Vera 加一，够力啊 ！Vera 你也是有哎，看起来好好吃哦，这是酸酸甜甜的 Berry Tiramisu 啊。来，这是他的店。哦，哇，有一个卡哎，这个是表弟的店啊。他们现在有做 offer， 不懂到几时啊？到今天？到明天啊？好像是。到明天啊，做什么？你不要再拿来拿去，他们 please 给不到。OK， 做什么 offer 你也不知道。Warehouse 啊，哦，欢迎去表弟的店啊。很可惜是表弟没办法现场到啊，因为他人在隔离当中。OK， 直接挖吗？也是可以哦。你要直接挖的。我觉得直接挖比较爽啊，那感觉就是、那种感觉哇，拉上来哇，老神妹你，直接挖也是 OK 啦，跟自己家人吃的话、，can cut and see， cut and see 啊，可以啊，你先拍照先，那我觉得我拍一个照片，你拍一个照片先啊， cut and see， cut and see， Miki 下厨 ，Vera 主持 ，OK， no way。Yes。I table， 今天就 Miki 下厨 ，Vera 主持，没有问题。我不会讲话的，你我是很安静的。哦、okay. ，很多乱乱的。先拍个照片。没有人帮我收。Hello， 老弟。Hello。要睡觉了。等一下，我拍一个照啊。嗯。Berry Tiramisu， 小妹煮西餐，那看明天小妹 O 不 OK？ 表弟不舒服吗？表弟今天验到两条线啊，所以可是他是轻微的啦，算是无症状，他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反应啊。可是我们就是以防万一叫他隔离哦。其实他昨天就开始有在隔离了啦，然后今天是验到。Oh my god， 嘉伟嘉义哦，先不要啊。OK， 煮台湾餐啊，台湾餐啊。我只是去台湾读书，没有去台湾学会怎样煮东西。你都交到一个台湾女朋友哦。他也没有教我煮了吗？楼上要一份，好，等一下送上来啊。楼上要一份，表弟写的。OK， OK， 好。So， 通常他们是有一个铲这样子，一个这样的铲呢、啊。OK。可是这个有点太大，太大，所以我的刀呢，可以切来看里面提拉米苏。OK， 我们现在要切啊。No no 啊，对，不要咬。我切到没有？Oh,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Okay. Okay. 切了四等份，来，我们来挖来看看。太
太多料了，太贪心了啦。谢谢大家。哦 ，OK， 这是两层的吗？对，两层的。你看它的那个Lady Finger 哦，掉下来。它其实切它没有很好啊，有点难啊，因为这个模具比较小。这个应该用汤匙挖啦，不能这样切。因为我的这个太大了。嗯，用汤匙挖比较。挖的话就是这样喽，没你吃一口。胖耶，这个时间。好，为了观众吃一口。等一下，你拿太高了。OK。哦，不会很甜耶，蛮酸的。酸酸甜甜。就是酸酸甜甜的，也没有到很酸啊。嗯。OK。还好，不会很甜。还蛮好吃的。不够冷啊，要再冷一下。嗯，这个才半天吧。OK。OK。等一下你这个拿上去啊。OK， 我等一下拿上去。好。好，谢谢大家，我们今天183集的深夜厨房就到这里啦。好。那明天5:30准时见。可是不知道是米奇还是 Vera， 我们要事后讨论一下。可是我看到米奇加一比较多啦，应该是米奇啦哈。然后 Vera 抓手机。没有 Vera 抓机。OK OK， 谢谢大家，拜拜。